快快走，推车推，帮爸爸推行李走。哎，这个小家伙推着一个好大的行李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！拿起来，拉起来。哎哈，走推。嗯，走了，在这边，去。这边，走，电梯在这里啊，腰包按电梯，快点。嗯，好。灰灰，你推那个过来，快点，推过来。推进去，弟弟先进去。来，你进去。都是电梯吗？他怎么这样？弟弟呢？你在哪里去了？你丢了？有，你会把它拉起来啊？你是怎么把那个拉杆拉起来的？他弟弟。那你推过来，你好聪明的。来，你不拉，这个太高了。弟弟过来，过来先。他按不下去了，这个垫子。我回家干嘛？我猜这个又高。啊？怎么不会？他怎么不会下去啊？好吧，那走吧，我们走了好不好？现在下去了，走。这边推，这边，过来。你回家了呀？这么早啊？哎呦，这边。你们拿东西下来了？不是去同仁吗？不去。为什么要去啊？啊？他说今天去茶雪山。那又讲收东西。哎呦，大家好啊！哎呦，我们现在下楼了，然后收拾这些行李，准备要出发了。前段开一档房来了不？嗯，面好嫩嫩的。先给他们烧一壶水先。我已经烧了差不多了，已经84度了。84度烧100度，昨天这个还有一点暖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他们要去吃羊肉粉是吧？这，你干嘛？妖哥不在这里了。妖哥不在这里。他不在这里。我不知道啊，他在下面啊，你看一下。太冷了，这里你看小孩子全部穿棉帽了。妖姑在下面，你找一下来。哇，太冷了，1度，白天1度又没有太阳，什么感觉？等一下开着暖气在这里给他们，不然的话等一下要冷，把他们给冷到了不好。再烧一壶的？不是，加一壶在这里。冷热水对小孩子喝水，可以对着喝，不然是烫的。好，走，我们去吃。他们已经去点那个羊肉粉了，我们也去吃羊肉粉。虾子羊肉粉是吗？哎呦，哎呦，这么多人呐、啊，你们呐、啊，啊，缘分呐、啊。包场啊，随便做。好嘞，这个蛋多少钱一个？2块啊？好吧，加一个就好了。啊？你要加蛋吗？拜年。拜年呐。嗯，给老板娘来拜年的。所以你要搞好点哦。给老板娘生意兴隆哈。我都是打工的。哎，讲这种。到了遵义当地，咱们就得吃一碗羊肉粉啊。镇江优姑是你吗？镇江乐乐嘞，在这里试一下，吃完告诉你们什么感觉哈，试一下。他这边的粉不一样啊。嗯。果然好吃，油味够，又不是很油。油味十足，很香。
就是，就羊肉少了一点。啊，没，先吃先，不要那么眼大，先吃先，先吃先。准备整装待发先，A锅也准备好了。哎呀，我要给他们把那个热好的东西拿出来。哎呀，这个地方风景美啊！现在上山上去了。好，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先，我们等一下去一个风景区去玩，去玩，等一下回来，好吧？再跟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趟出来的第一个地方。